大家好，我是港珠，今集同大家倾一个比较轻松少少嘅话题，就是我想从 YouTube 经营一个频道啊，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嘅频道咧系 sustainable 咧，可以成长咧，系可以持续发展咧，系讲到啊个人啊，甚至一啲移民人士，大家应该系点样去理解自己嘅人生啊个职涯嘅规划啦。咁同埋咧，遇到困难嘅时候点样处理啊？听落好似好严肃啊呢个话题，但起因咧就系嚟自一条影片嘅吓。咁我见到最近咧有一啲唔同嘅 YouTubers 咧，佢哋都 comment on 另外一个频道嘅一条片段吓。听闻咧就系佢好似有讲一只萌生去意啦，就可能咧系因为 YouTube 咧嘅演算法啊，或者成个制度上面咧一啲嘅变化啦，令到佢觉得咧唔值得再做 YouTube，好似有啲心灰意冷啊咁样。咁佢自己呢个睇法啦，引嚟咧一啲其他嘅 channels 咧，嗰啲 YouTubers 咧都会 comment on 呢样嘢，咁似乎咧系成为 YouTube 圈子入边嘅一个热话。港珠绝对唔系一个成功嘅 YouTuber 啦，in any sense 都唔系啦吓。咁但系咧，港珠继续做紧啦吓，咁即系好明显唔系为钱啦吓，咁所以可能咧，我系从另一个角度啦，即系咧，唔系话搵钱嘅角度咧去睇。究竟经营 YouTube 系点样一回事，同埋点样从呢个角度咧，令我启发到谂下，不论系大家嘅职场或者人生或者系移民之后嘅生活，其实应该咩态度去面对咧，系令到大家活得开心啲、舒服啲。我自己咧有睇一啲唔同嘅 YouTube channels 嘅，其中一个有睇嘅咧。就係一個叫 Ali 嘅嚇，佢呢個 YouTuber 咧好厲害啊，佢過百萬 subscriptions 啦，而且咧佢係好知名嘅一個講 productivity 啊，講 reading 啊，講即係點樣 enhance 你嘅 efficiency 啊咁樣嘅一個人嚟嘅。佢本身咧係一個醫生啊，之前喺英國行醫做醫生啦，咁但係佢而家應該 quit 咗，好似冇做醫生噶啦，因為全職搞佢本身嗰盤生意啊，因為佢好厲害噶，佢以前啊，因為佢讀醫啦嚇。咁所以佢係有創業有搞網站咧，係去幫一啲醫科生去温書啊，即係啲網上嘅教學平台啊咁樣。另外佢又搞啲 YouTube channel 啦咁所以佢而家發到好大噶啦嚇，佢係有開班教人哋好多各種各樣嘢嘅，佢亦都咧係有即係做一啲嘅產品嘅即係接廣告嗰啲啦，佢又會做啦，咁所以揾好多錢。佢話佢自己咧，即係過百萬嘅美元嘅一年可以揾到，咁所以佢都約請到人嘅。呢啲就係啲好成功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但我想讲嘅咧，唔系佢有几成功啊，嗰啲冇意思啊。而佢之前咧咁啱得咁巧咧，早排啦吓，又系分享呢个话题，就系话唔再做 YouTube 呢样嘢，因为咧其实喺就算喺英文世界 YouTube 嘅世界咧，都有好多嘅一啲 YouTube 嘅 creators 啦，YouTubers 啦，佢哋系话要退出 YouTube， 就系话越难做啦，搵嘅钱少啊，竞争又大啦吓，演算法咧令到佢啲片咧出唔到嚟啊，而且唔单止 YouTube 啊，Facebook 啊。Instagram 啊，全部平台都有呢啲情況嘅，因為咧，嗰啲嘅平台咧，可能月月咧就修改或者收緊佢哋嗰啲 policies 啊，嗰啲咁嘅派發嘅率啊，會降低咗好多。咁啊，呢個 Ali 咧，佢喺佢呢一個分享入邊咧，就講到就話面對 YouTube 嘅做創作咧，我哋要認清有兩個嘅概念嘅分別啊。咁佢引用一本書嘅，佢話睇過呢本書，但佢都好 honest， 佢話呢本書咧佢冇由頭睇到尾，冇睇曬嘅。但入面呢有一个好重要嘅 concept 啊，话俾佢听嘅就係呢话有 two kinds of games 啊 ,games 我可以当係竞赛又得啦游戏又得啦，呢度呢我用竞赛呢个概念去睇啦。佢认为呢有两类型嘅竞赛嘅 ,finite 同埋 infinite。啊乜嘢叫 finite, 乜嘢叫 infinite 呢 ?finite 呢就係一啲有 limit 嘅嘢，有限嘅嘢，有一个终点嘅一样嘢。例如佢举个例子呢，一场足球赛呢会系一个 finite game， 因为佢有完场嘅时候你会有赢同输。最终边队赢边队输好清楚嘅。踢唔得打和加时都唔得就12码。总会有个赢家输家嘅，就算你有联赛你冇12码都好。去到季尾你都知道边个联赛冠军边个要降班。所以呢个呢系有结局嘅时间，有结果嘅，系有所谓赢同输嘅。呢啲呢就系、是即系 limited time 或者系有个 definite 嘅分数或者结果嘅嘢嚟嘅。咁 infinite game 呢啲无限嘅赛局呢就唔同啦，其实你系冇所谓赢呢一样嘢嘅。例如啲乜嘢呢，例如你同家人嘅关系啦，你同伴侣嘅关系啦，
其实系冇一个所谓嘅赢同输嘅吓。如果你用咗个心态赢输咧，其实你就唔系玩紧呢个游戏。呢、这个游戏咧个宗旨咧同 Finite Game 唔同嘅。刚才讲啲足球比赛嗰啲好清楚啦，你嘅目标系想赢，咁呢个咧就系你嘅 goal，你嘅 goal 就系 to win。但系 Infinite Game 嘅目标咧就系 keep on playing the game，就系话继续有得玩啊，继续有得进行落去啊，呢、这个就系呢啲叫无限制游戏吓，或者无限制赛局 Infinite Game 嘅重点啦。即系好似刚才用个例子啦吓，同家人同伴侣嘅关系，你用赢输咧系冇意思，因为你赢咗系点啊？即系赢咗之后咧完咗啦，你唔会再有呢个关系啦吓，你取得咗啲乜嘢咧？唔系噶嘛，反而咧就系你点样继续去到keep 住有呢个关系，继续营运住啊呢个关系，呢、这个关系继续系良好嘅状况。呢、这个咧就系啲属于所谓 Infinite Game 嘅目标啦。个目标就系 keep on playing 吓。咁点解咁重要咧？呢、这个概念我先套翻落 YouTube 嗰度讲啦。YouTube 系一个 Infinite Game 嚟嘅，好多人会以为 YouTube 系一个 Finite 嘅游戏，系一个有限、有目标、有结果嘅游戏。嗱，某程度上佢唔系完全错嘅。尤其是你个频道啱啱开始嘅时候咧，你当然目标就系我要有几多几多嘅 subscriptions，我有几多几个 views 啊，每个月想搵几多广告费，呢啲你会有个目标，同埋达到目标之后你就唔做咧，唔系噶嘛，即系呢个只不过系喺个成个经营入边嘅一啲 milestone achievements，即系一啲叫达到某个里程碑啦吓，只系一个里程碑嚟啫，而并不是结局吓，因为你玩嗰啲有限赛局咧，就系会有结局噶。咁但系 YouTube 咧并不是嘅。如果你经营一个频道啊，YouTube 嚟讲，你系应该有一种无限赛局嘅心态。每一 round 咧，譬如你每一条片有人睇又好，冇人睇又好咧，你可以当啊嗰条片本身有人睇，你当赢咗啦啊呢一条片嚟讲，冇人睇啊输咗啦啊呢条片本身嚟讲啊 performance 啊唔好。咁喺呢条片本身可能你会有赢输，譬如你个目标我呢条片我有30,000个 view 啊，假设啦。结果你得20,000，咁啊即系失败啦。咁你可以话呢条片失败，但喺成个频道嚟讲咧，系冇所谓一个赢同输嘅，因为你呢条片过咗就系过咗，你系应该要谂下下一条片点样做，点样做好啲，咁样咧先可以令到你下一局咧系可以玩得更加好。但系佢系无限嘅赛局，除非你自己选择停啦吓。呢、这个就系好多一啲 YouTube 创作人咧，佢哋面对嘅问题啦，可能。連續好多條片都冇人睇，或者一路咧唔知點解一段時間咧落嚟咧個廣告收入差咗好多，於是咧令到佢哋咧係心灰意冷啊，意興難山，唔想咧係再做 YouTube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佢哋就係將嗰種有限嘅賽局嘅概念咧擺咗落去啦。哦，我決定停啦，啊，我 quit 啦，我唔做啦。Which is 其實 OK 噶嚇，只不過我想講嘅就係話，如果你真係當呢個係你嘅一個事業。或者是你的人生的一部分的话，那 quit 就只不过是你用了一个不是太恰当的态度去看这个无限的赛局了。这个就是第一个观察，或者第一个呢其实大家可以想的东西来的。第二个再将它扩充下去了，就除了 YouTube 之外呢，我们讲一下譬如你的职场生涯的规划，可能要做一份工去赚钱。未必咧，一开始第一份工系人工好好，咁你如果你又用一个赢输嘅心态咧，喺嗰份工嚟讲可以啊，呢份工唔好，咁你可以有个判断呢份工系唔好。喺份工本身嚟讲咧，系一个有限嘅赛局，但系你嘅 career 吓，你嘅嗰个职涯啊，唔系咁快完嘅吓，佢都有完嘅一日嘅 ，eventually 都会有完嘅一日。但系佢你退休之前咧，其实佢都系一个 infinite 嘅一个赛局嚟嘅。呢一份工唔好，你咪谂方法去到揾下一份工咯。你当系一连串嘅比赛，呢一局第一局唔好啊，于是咧就打第二局，希望第二局好啲啦。因为喺成个嘅职涯入面嚟讲，呢只系一啲好多嘅细嘅赛局，每场佢有赢输，但系成个职涯入面咧有排都未完场啊。呢个咧就放喺职涯都可以用啦。咁同你放喺移民都可以噶吓，即系咧我早排接触咗啲台湾嘅朋友。有啲人咧都規劃啊，佢哋會可能咧想去澳洲啊，即係闖下啊，即係佢哋會覺得嘗試去澳洲做下嘢啦咁樣。咁佢哋咧就永遠都數到好多台灣嘅問題出嚟，台灣邊度唔好，嗰度唔好啊，人工又低啊，啲人咧又冇國際視野啊，冇發展空間啊，各樣嘢啦，佢哋數到好多唔好嘅地方，然之後咧就覺得哦，澳洲好啊，澳洲正啊。咁呢個咧，你係用緊贏輸嘅角度去睇件事啦啊。
会觉得去咗澳洲咧就解决实所有问题咁嘅喎，好似吓，当你去澳洲咧，咁就赢咗啦。其实唔系嘅，生活咧并不是赢输嘅，生活系你要继续生活落去啊嘛，系一个 infinite 嘅一个赛局嚟嘅，系一个无限嘅赛局嚟嘅。你唔系到步落去咗澳洲咧，就解决实所有你喺台湾遇到嘅问题噶，系你喺澳洲都会遇到澳洲嘅问题噶嘛。所以最重要咧就系你点样去令到自己可以继续 carry on 呢个游戏继续落去啦。好似英国有一个好出名嗰个 poster 啦，吓嗰时啊战时嘅时候咧印咗，但系冇正式公开攞出嚟嗰个啦，啊即系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咁样。最重要就系你可以 carry on 啊嘛，系嘛？你 carry on 唔到啊，你嗰刻赢咗又如何咧？我终于成功达阵，成功嚟咗澳洲啦，嚟到我心目中想去嘅地方，我移民到啦。你只不过攞到去嗰个地方居留嘅入场券啫嘛。但居留嘅时候仲有好多困难你要面对嘅，呢个就系点解有啲人咧，我觉得佢哋会用错咗概念去睇，就系、是、移民就解决所有嘅问题，唔系啊，移民只系一个起点嚟噶，一个重新出发嘅一个机遇嚟嘅啫，之后仲有好多嘢咧系要大家去面对嘅。好啦，但咁讲咗咁耐，咁点样去面对啊？点去处理呢个问题啊？呢、这、一個阿里咧，即係呢個剛才所講啊，呢、这個曾經喺英國做醫生，而家係一個好成功 YouTuber 咧，佢分享咗一個好重要概念，就係 system 嘅重要性，建立一個系統嘅重要性。有系統，有一個 effective 嘅有效嘅系統咧，你就可以應對好多唔同嘅困難，處理好多唔同嘅問題啦。嚟用翻 YouTube 做一個例子啦，阿里佢嘅分享咧就係、是，如果你要建立一個可以繼續落去持續經營 YouTube channel 咧，你係需要有一個系統，一個 system 去揾到好多嘅唔同嘅題材去做啊嚇。否則的話咧，你可能會一時又好成功，譬如有個別有啲片啊，有啲 videos 咧好正，好多人睇，但你都冇承接力，你繼續冇話題啊，你唔可以繼續揾啲新嘅話題咧，係有同樣嘅高度、同樣嘅關注度，咁好快咧，你個頻道咧就會謝噶啦。要成功经营一个可持续发展嘅频道，关键就系一个系统，包括就系你成套制作嘅流程咧，系一个有效嘅流程，系有效率地可以制作到影片嘅。你都要有一套制度，令到你可以谂到，或者一个系统咧，去谂到源源不绝嘅新 topic， 亦都要有一套系统咧，系可以有个 distribution 嘅频道，甚至喺收入上面咧，都应该系有个系统。如果你淨係靠 YouTube 作為一個收入或者唯一嘅收入嘅話，只要佢個運算機制一改變，唔派你啲片出去啦，或者你原因呢，你嘅目標觀眾唔再睇到你啲片嘅時候呢，咁你就玩完啦。呢、这個呢就係、是、一個有限嘅賽局啦。但如果你建立咗一套系統，一套收入系統， YouTube 只不過係你個系統入面嘅其中一環嘅啫。冇咗 YouTube， 你都仲有其他嘢，例如好似我讲嘅呢一个阿里呢一个嘅 YouTuber 咧，佢有出书嘅，大家可以买佢嘅书，实体本或者电子书可以买到。佢有搞其他嘅网上课程啊，譬如刚才所讲，佢有网站啊，去到分享一啲课程教人点去温书，点去应付医科嘅考试啊，咁样。佢都系一啲教学网站，用 video 啦，系用影像方式咧开班去教人哋做其他嘢，包括甚至咧系教人点做 YouTuber 都有嘅，点经营 YouTube 频道都有嘅。咁佢都有，當然有接廣告啦，即係產品嘅代言啦。咁你要見到佢有佢自己嘅產品，有書有課程，佢都代言人哋嘅產品，佢都有廣告費，就係 YouTube 嘅廣告費。咁所以咧，佢係有一套系統去到經營。而至於喺佢製作嗰度咧，亦都係有一套系統嘅 system 嘅。佢會有人幫佢諗題材，佢會有人幫佢做拍攝、做剪接、做配音，有人幫佢做寫文案、做宣傳啊、copywriting 啊。有人咧会帮佢去到做一啲 IT 上面嘅嘢，譬如个系统运作，譬如话个网站经营啊咁样，咁系一套系统啦，而唔系话全部都自己做啊吓，一个小本经营啊咁样。因为咧，只要你可能唔好彩嗰排唔舒服，咁你又做唔到，于是咧你嘅收入就会骤降啦，你个频道咧 drop 咗落去，个 view 数 drop 咗落去咧，要上翻嚟咧就难好多啦。咁所以喺 YouTube 层面嚟讲咧，你有一套有效嘅系统咧，好紧要。呢个放翻去你嘅职涯规划，或者你嘅人生，甚至移民咧，同样都适用嘅。例如讲移民啦，正如我刚才所讲，离开或者成功到达一个新嘅地方居住咧，只系一个开始，并不是一个结果啊！唔系话我赢咗啦，我成功走到啦，成功走到，只不过呢个
生活的第一步，你要继续生活到下去，那就要有一套 system 啦，包括呢就是你是怎样去到拓展你的社交网络啊，怎样面对或者适应这里的天气啦，找工啦，家庭生活的变化啦，很多很多东西的，你是要想一套方法呢，是去到面对去应对这些东西，想清楚呢，觉得是真的可行啦，先去移民，而且去实践你这套 system， 而且是可以一直 review 紧的。这个呢先至是我面对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啊，一些长久持久战呢应该要用的方法啊。所以今次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就是都挺有趣啊，由一个 YouTuber， 他说他要 quit 不再做 YouTube 呢，引发到呢港珠有个思考啊，想返之前呢有另一个成功 YouTuber 他分享的东西，我觉得无论在 YouTube 上面呢，在人生在移民上面呢都是好适用的，就是我们要分清楚有限和无限赛局的分别，同埋建立一套系统，一套有效系统呢是怎样帮助到我们去处理人生各种的大小问题。希望大家喜欢这种这样的叫做非典型的分享啊，我不是跟大家讲英国报税、投资、买楼、买车，不是跟大家讲下找工，不是跟大家讲下生活上面食买玩的东西啊，这些问题好像严肃一点，但我会觉得呢这些类型的题目呢其实都几有趣，几值得跟大家分享啊，希望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分享啦。如果大家呢有任何意见的话呢，欢迎下面呢跟大家倾下偈，留言讲下。多谢晒你收睇同收听今集嘅节目，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 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